我们要务实的来面对发展，和平争取双赢。我许多大陆的朋友常称赞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，但我认为台北最美的气质是包容多样。而上海，我必须说跟台北很像，让我很想用台北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来表达我的感受。对上海，我很有 feel。